来，做完瑜伽之后，最后要做按摩。我们这个按摩叫做淋巴按摩，来，两手搓热。好，敷眼睛。好，从头部往后按。来，握拳，用你的指关节从中间握到太阳穴。眉毛的地方由中间拨到太阳穴，下眼眶从中间拨到太阳穴，鼻子由上往下，脸颊、嘴角、下巴。好，用你的食指跟大拇指捏你的下巴，从中间顺着下巴捏到耳朵两边，用你的食指转一转，往前退下，刮下巴，顺着下巴耳朵脖子下来，捏捏你的脖子、肩膀，由后面往前退下。好，腋窝这边有很多淋巴系统，压压。手背、手肘、手腕。好，换边，从你的背部那边往前压过来。来，腋窝压一压，手背、手肘、手腕。好，脖子。你的胸部擦腰，吸气，闭气，压一压。来，胯下这边，这边也有淋巴聚集的地方，都要压一压。膝盖后面也有淋巴，是聚集在那个关节的地方。脚底，用你的指关节，还有手肘，拍一拍。好，换边。膝盖后面，脚底，刮一刮，拍一拍。好，最后要做大休息。全身放松，做腹部呼吸。你的呼吸要慢，要深。要细。还要长。感觉
地心引力把你的身体往下拉下去。好，下课。